还有，这真的让人吃得很不安心啊！这一家大统食品公司所出产的特级橄榄油被检举不纯，而董事长高振立昨天晚上遭到了地检署约谈。会不会觉得很无辜啊？你加工这是有人有人中枪的钱啊？你干嘛做无辜的文啊？没有，都都过不去啦。没事啦，还是讲同行相斥。所以我嘛唔知，没有哦。哎，刚刚讲。好，画面上您看到的就是高振立哦。听说他在庭上已经跟检察官坦诚，确实在特级橄榄油里头加入了比较便宜的食用油，应讯之后呢，100万元交保，限制出境。不过这对民众的消费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其实整体是。